他们有四位成员，分别有启贤、严浩、刚毅、永胜。안녕하세요。好，那我们一开始先请他们跟这个媒体朋友，我们一样先拍照。好，来看一下这个中间。상대방이세요好，右边的视线，右边的视线。谁啊？好，中间再看一下中间。好，中间봐주세요。여기봐주세요。好，左边。왼쪽방향봐주세요。挥手，跟大家挥手问好。后面的上上方很多人不是呀？好的，我们请这个 Belly Belly 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好吗？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欢迎的是明天要在台南的跨年夜跟大家见面，现在在韩国非常受到欢迎，在台湾大家也很喜欢金世正。好，我们欢迎世正，因为他是再度来台，同时呢，因为他每次来台湾，在韩国的成绩都越来越好，所以呢，他拥有极高的人气。这一次台南能够邀请到世正，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欢迎世正，嗨，안녕하세요。好的，马里奥。好，那我们一样先请世正先拍照。他就穿了我的简历啊。好，右边这里。我的正方怎么怎么我们每次看到世正都觉得他变得比之前更美。对，好，然后来左边。我们正方怎么怎么然后再移动中间。好，那我们把这样。好，可以吗？好的，来，我们请 Belly Belly 一起到台前来。那今天呢，他们来到这个台南参加明天的跨年晚会。那台南市长黄伟哲市长呢，也有礼物要送给你们哦。我们欢迎这个黄市长。黄市长好，欢迎。对，好，来市长，这个首先 Belly Belly， 你有准备什么礼物要给他们呢？就彩鞋。哦，这是某 Belly Belly 的礼物。谢谢。哇，讲不要站前面好不好？不用，来到这边，对，旁边。你好。来，我们来。好，你们可以看一下礼物哦，因为那个礼物上面呢是有名字的。启贤有拿到启贤的吗？严浩有拿到严浩的吗？刚敏，你们有拿到自己的名字吗？启贤，非常欢迎啊。刚敏，对，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呢市长准备这份礼物是有一个特别的用意的。哦，市长，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朋友，欢迎我们四位最年轻的好朋友啊。那我们 Very Very 在韩国是属于新锐的啊，这个团体年纪很轻，但是很帅。好，那市长都不敢站在旁边。翻译翻译翻译。好，所以我想说，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希望大家第一次来台南，希望大家喜欢台南的美食，喜欢台南的市民的友善，还有喜欢。台南的古迹跟文化。好，台南市是台湾的第一个城市，明年就要进入台南400年，所以很非常欢迎来自很多国家的朋友，特别欢迎市政跟这个 Very Very。好，谢谢市长，我们结束了。没有，市长，你准备了礼物要跟，还有市政也有礼物啊，对不对？对，市政的礼物啊。来，我们请那个市长来，市长把礼物送给市政。等一下，慢，江西慢妞不是九朵吗？对，实在是。好，来，台南的，来，市长，这是台南的黑糖，希望其实在喜欢甜甜蜜蜜的，还有台南的啤酒，好，400年的啤酒，
希望演出之余有空能够喝点小酒，把这个放松一下。那希望大家喜欢。好吃。谢谢。其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市长是有研究的，他看了很多市政的那个所有的脸书啦、YT 频道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跟你讲，他台前有很多台南的水果，也希望大家喜欢，还有台南美食。好、OK， 好，那市长你要不要跟他们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台南很多明天都会出现的蛋仔面、蛋蛋面，还有虾卷，好，还有那个水果。这个番茄、橘子，还有芭乐，还有这个哈密瓜。我们可以下来看一下吗？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对，那今天的市长是有。他刚下飞机哦，所以可能等一下还要去彩排，他没有吃东西。对。这个是蜜饯，还有台湾的果干，台南果干。还有这个补充维他命很好。这是各样的面，很香很香很香，对，很香。还有周氏虾卷啊，那这边就更厉害了。说那个凤梨是不是？对，那我今年有到韩国去行销台南的芒果，结果半小时之后卖了300多箱。哇！不过现在这个时候不是芒果的季节，现在是哈密瓜的季节，等一下可以享用。还有 tomato， 我们的各色不同颜色的番茄。怎么是由这个师姐兼市政在帮忙呢？对呀。市政你会最想吃什么？哦，他想吃哈密瓜，市政最喜欢哈密瓜。马西说哟，很好吃，好不好吃？很好吃，很好吃，真好吃。Berry Berry 的成员有想要吃什么，也可以直接拿。我跟你讲，那个市政真的觉得好吃，因为他已经吃第二块了。通常会吃到第二块，就代表是真心的。是他目前为止吃过的哈密瓜当中最甜的哈密瓜。哇！比如说它的那个口感非常的好，所以他觉得非常。那个顺序错了，应该是从这里吃到这里再吃，不过没关系。哦，他们是先吃了最甜的，因为这是最甜的。对，不过没关系。糖度也가장달아서한국어嗯，有点甜。瓜瓜在韩国比较少，对，台南的那个瓜瓜是台湾有名的瓜瓜。有点像韩国的大法红法哦，对，但这个是番石榴，芭乐，是第一次吃到那个芭乐，对，芭乐，很脆，很好吃，是有研究过，待会我再跟市政讲，这个还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C， 对，维他命 C， 好，非常的这个谢谢这个市长啊，今天真的是非常澎湃，准备了一大桌哈、台南的伴手礼跟名菜，跟大家问候一下。主持人 ，The Space， 不如别，大家好，我们是 Baby， 大家好。好，那还有市政吗？大家好，我是金学章。好，对于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台南，然后今天刚下飞机，然后得到台南市很热情的款待，有没有什么话想说？저는올해도안그래도콘서트를돌면서이날에이곳에올수있어서너무좋았는데이렇게제가연말카운트다운행사를하러온건또처음이에요항상한국에서만이렇게보냈었는데타지에와서이렇게할수있게돼서설렘이
기도하고뭔가떨리기도하고또뭔가이곳만의특별한문화가있을까궁금하기도한하루였습니다是这样的话，因为今年其实有来台北做演出，那来到第一次是来到台南，那这一次的话，尤其是因为是这个特别一特别的这个跨年活动，所以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心情也非常开心。那所以就也很好奇，说台南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比较特别的这个文化色彩，可以想要就是去体验一下？对啊，台南明年就是400年的古都了。然后台南确实非常的年轻有活力。然后台南最有名的就是好吃的东西特别多。师政说他也记得，就是每一次是来到台湾求真的都觉得台湾的食物都非常好吃。而且师政，你现在是不是肚子饿？一点点，因为我觉得他刚刚看到很多的东西，眼神都超发亮的这样子。제가워낙맛있는음식을좋아하는데그래서그런지대화볼때마다행복한기분으로와요女士就说她真的非常喜欢吃美食，所以每次来到台湾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怀着一种幸福的心情来到台湾。是，那台南是会特别让你感到幸福，因为等一下这些都会送到房间里面。好，那因为呢，刚刚市长送的礼物啊，里面有这个台南的啤酒，是因为市长其实有看了一些你的那个脸书啊，还有一些报道、知道你其实，在那个工作之后，有时候喜欢稍微喝一下，所以才特地准备台南的啤酒送给你。사실거기서제일반짝거렸어요 对。안그래도그리고고량주이런쪽도굉장히좋아하거든요근데맥주자체도굉장히유명하다고들었어서찾아보고왔거든요근데맥주가딱있는거예요그래서더행복했어요是这样说，他其实刚看到啤酒是觉得就是最开心，但其实他也知道台湾的这高粱酒也是非常有名，然后他本来就想说，好像就是在台湾的啤酒也非常有名，所以他就在网上有些查询了一下。那来了之后，这边就有准备啤酒，他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开心。那里面还有一本笔记本，因为知道就是平常市政会喜欢就是写笔记的这样吧。谢谢。对，是市长准备的，市长准备的。对对对，市长。谢谢。另外呢 ，Bellybelly 的礼物呢也非常的特别哦。其实刚来不及看哦 ，Bellybelly 的礼物里面有我们台南永保安康的车票。要不要一起说一遍，好不好？这是我们台南两个车站的名字，好不好？好，我们这讲的就会幸福了啊！好，那我们那就是永保安康，好，还没有练习，那再一次，永保安康，讲的就会幸福这样子。永保安康，永保安康 ，OK 哦，好。那就是永保安康，他讲得很好哎、对，没错。那里面就有永保安康的车票，而且啊，有一个特别仔细的地方，就是上面的那个日期是111年11月11号，希望都是一，代表你们的成绩可以一直 number one。而且啊，还有里面的后面有一个流水编号，就是你们在这个韩国的歌坛公布正式出道的那一天。我心跳蛮厉害，心跳蛮厉害，大家都蛮赞的。之前说真的非常感谢市长为我们这么用心的准备这个流水，非常感谢。所以不要拿错，等一下就是要看自己的这个被公布的那一天，然后拿到自己的那一份永保安康车票。저희가저희가꼭단체로사진찍어서추억으로남기고싶을만큼도뜻깊은선물인것같아요他们的话觉得真的是
收到这个礼物，非常想一起拿着这个礼物拍几张团体合照，就想留下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哦。好啊，你们这个回去以后拿到车票，记得拍照上传哦。可以这样，这个是我的那个 SNS 的回忆吧。因为我们几乎常常会有那个永保安康的车票，是因为我们觉得拿到那个车票就会幸福。市长也想要，对啊，那我们就问一下市长哈。市长，那个马上有可能市政也想要永保安康的车票，没问题吧？可以，没问题。对对对，绝对有的啦。因为这礼物呢，是真的是台南最好的伴手礼之一。这次来到台南，台南比较不一样，跟你们过去所知道的台北，对于明天的演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我们请市政先跟大家分享一下。일단상당히많은분들이와계시다고들었어서그것만으로도굉장히설레고또그분들께제노래를들려드릴수있다는것만으로도기쁜데숨겨진비밀부대가하나있습니다그래서그것도준비하면서굉장히설렜던일중에하나여서그건내일부대에서확인해주시면감사하겠습니다师尊说，因为最近有听说在这个现场已经有非常多的粉丝在等他们了，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期待。那就想跟大家就是小剧透一下，其实明天的话还有特别准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但是这个舞台是什么呢？就希望大家可以到明天到现场的时候来确认一下这个惊喜哦。好，那 Betty Betty 的那个舞台会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呢？special 부대는준비안했다근데저희가72년대이제4인으로이제멤버가바뀌어서열심히준비했으니까기대많이하셨으면좋겠습니다刚刚你说，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准备特别的舞台，但是因为他们是原本是七人体制，那现在第一次用这个四人体制来到外面表演了，然后所以他们也是非常加倍用心的去准备，所以希望大家也是可以多多期待一下。OK， 你们知道吗？明天的这个跨年晚会会超过100,000人来到现场。对，所以你们可以好好享受那个舞台。好，那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媒体朋友来到现场，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想问市政跟Betty Betty？好，请 TVBS。金世正的话，昨天其实才参加 SBS 的那个演技大赏，那这么劳累的过来，会不会觉得这心情怎么样？然后是不是有在昨天颁奖典礼上面发生什么 episode 这样子？일단연말에보고싶었던사람들을마음껏볼수있어서연기대상간거에도굉장히기분이좋았고요그리고오늘아침에한국에눈이엄청많이왔어요그래서한국에서볼수있는마지막눈을마음껏보고온것같아서그런아쉬움도덜었고그래서새로운내년을맞이하는이대만에서의느낌은어떨까굉장히설레는마음으로왔습니다昨天的话，其实就是有见到很多想要见的人，那因为是适逢年末嘛。那今天早上的话，韩国尤其下了特别大的雪，那其实就觉得好像在韩国就是在年末的时候想要做、想要看到的事情都已经看到。那现在又更加的期待说，现在就是来到台湾准备要跨年，觉得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期待。嗯，好，还有吗？请。我想问一下，其实刚刚收到的是空的笔记本嘛？那可不可以请他写下3件事件，在2023年让他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会把它写上去的事情？让他们想一下。那我觉得同样的这一题，我们也请 Betty Betty 讨论一下，就是Betty Betty， 你们讨论一下，有没有在过去就是即将结束的2023年印象最深刻的？你们讲一件事情好了，好，然后市政可以想一下三件。일단정말오랜만에노래앨범을낼수있었어서가수로서활동도오랜만에했기때문에굉장히기분이좋았고요그리고두번째로는아시아투어를처음으로해봤기때문에그리고그안에굉
배만 돌 수 있었고 해서 그것도 기억에 남고요. 마지막 거는 새로운 도전을 참 많이 한 한이었어요. 연극도 해보고 앨범도 전체적으로 다 해보고 또 시즌2라는 경이로운 시즌2라는 드라마도 처음 접해보기도 했고 그래서 올해 총 틀어서 정리를 한다면 새로운 도전이 많은 한 해였다라고 정리가 될 것 같아요. 首先的话，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他在今年发行了他的这个正规专辑，所以就是也是回味了很久，但回到歌手身份，在歌乐坛做活动，所以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是他就是在这个正规专辑活动结束之后呢，在随即就展开了他这个海外巡演，那也是在第一次来到这个不是第一次来到台湾做这个演唱会，就是个人的演唱会来到台湾，觉得非常的开心。那第三件事情的话，他就是在今年的话也做了非常多不一样的挑战，像是这个挑战话剧的部分，那也有他的这个戏剧的部分，也有这个巡演。 馆的第二季也上映了，那所以就是说，就用一句话来总结，2023年的话，觉得这个2023年应该是充满挑战的这个一年。2023年是对市政来说充满挑战的一年。那 Mary Mary 呢？네 저는 메이리스를 공연이 2023년에 가장 기억나는 일이 되지 않을까 싶습니다. 提前说的话，他觉得应该明年的明天的这个表演应该会是他2023年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哦，太棒了，对。 제가 했는데 선수를 쳐가지고 제가 말씀 예하지 想要说但是被他先 抢走 저는 이번 연도에 저희 베리베리가 팬 콘서트를 또 한 게 가장 특별한 일이 아니었나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영하우觉得今年的话他们举办了他们这个 팬 콘서트, 所以他觉得这应该是他在2023年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아 저는 사실 좀 개인적인 건데요. 저희 집이 이사를 갔는데 아버지가 오랜만에 박시래거든요. 아 그게 정말 인상 깊은 것 같습니다. 刚妹说她的话其实比较是个人的方面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她就是最搬家了，然后她最近的话就是很久回味很久，然后跟爸爸出去钓鱼，所以她觉得这应该是她在今年最印象深刻的事情。네 저도 요동안 마찬가지로 드림샵이라는 이름의 콘서트를 대만에서 대만 팬분들께 선보일 수 있어서 너무 기뻤고요. 그때 콘서트뿐만 아니라 뭐 먹었던 음식, 봤던 풍경 다 잊지 못할 추억을 대만에 선물해 준 것 같아서 굉장히 그게 기억에 남고 내년에도 또오고싶은그런마음이감사합니다虽然说他其实是跟这个元浩一样因为在今年的话他们以 Dream Shop 这个 Fan Concert 来到台湾那就是这当然是这个 Fan Concert 也跟粉丝们互动时也是非常印象深刻但是除了这些以外的话台湾的这个风景美食都让他非常的就是记忆深刻然后也就觉得非常的美好所以就是希望有机会的话明天还可以再来好那这个最后呢我们请市政跟所有台湾支持他的粉丝说一些话 2023년 마지막을 그리고 2024년 시작을 이렇게 함께 대만과 함께 할 수 있어서 너무너무 행복하고요. 앞으로 2024년에는 더 멋지고 성장한 모습 보여드릴 테니까 2024년도 기대 많이 많이 해주셨으면 감사하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我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能够在2023年年末来到这里台湾然后可以跟台湾的粉丝们一起就准备迎接2024年那在2024年的话他会继续做更多的新的挑战然后不断精进自己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支持他然后继续为他应援 에드베니 네, 제 인생에서 한 해의 끝과 시작을 우리 한국이 아닌 다른 곳에서 맞이하는 건 되게 처음인 것 같아요. 굉장히 뜻깊은 경험을 할 것 같고 많이 기다려주신 대만 팬분들을 위해서 저희가 아주 열심히 무대를 준비했으니까 내일 공연 꼭 기대 많이 해주셨으면 좋겠습니다. 因为这个的话是他们 Mary Mary 第一次来到就是在韩国以外的这个另外一个地方来做跨年这个活动，那所以他就希望说台湾的这个粉丝们也可以多多的期待，然后也希望是他们明天演出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这样子。好，最后我们来学一句明天见，好吧？明天见。好，最后对着所有的这个媒体朋友说明天见。 明天见，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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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